当初是没有设定我要种田的，因为我反而是要去做醋。从那个92年开始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。妈妈的缘故，我妈妈呢，因为我妈妈哦，就是那样穷，住在乡下哦，能拍命，拍命啦，哦，就讲就愈拍命人愈想要向算命。因为愈歹命愈想要向，是讲会算较好命无，结果愈算愈歹命，你知吼？但是在我搜寻的时候，发现宜兰没有这种课程呢。可是我找到另外一个课程是耕作，在耕作的时候，然后他有实作的课程，然后在课程当中也有理论的事情。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到老师的家去。就是股东俱乐部的赖先生，他们家去的时候，他跟我提到说，就是李宝莲，他有五分地，97年的时候有五分地，然后他五分地也收成了，啊卖的也不错，好，然后他说我说那我也刚好五分地，他说那你要不要来种种看，就开始种了。景气的问题啊，景气不好，然后呢工作又找不好找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从事农业，每个算命他都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孩子就是适合学技术性的东西，技术性的东西。然后我妈妈又问了，是哪一种技术？好，那跟木工啊，跟家具有关的那样。好，那这样讲，刚好我舅舅哈在台北，啊，他就是在做这个古董家具，古董家具的师傅。那所以我妈妈就在我国中毕业的那一年，就赶快把我送去。送去台北的，去学这个古董家具。我工作像春天呢、啊，就是插秧的季节嘛，在宜兰春天，因为宜兰只有一熟，就是一季嘛，也要倒水稻田只有做一次，就是从春季的时候插秧，然后夏天的时候割稻嘛，所以现在大半有部分已经插下去了，那一部分是等待插秧嘛，啊、哦，然后大概就做这些事情，就是整理田埂啊、施肥啊、种水稻。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，所以当我的父母亲年纪很大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先生讲说，反正你们家我们感觉上住不下了，那我们就回来家里住，所以我就盖了这个房子。有了都老人家有投资一些、啊，自己可能还没有能力。然后我还有种，但再来就是因为水稻田的工作其实不长，再来可能我就是种菜，因为。其实种菜真正开始种是从，去年的年底，然后到今年才继续真正的有下去规划说我要去种，去年都是在玩玩看，种草很多了。最大的困难还是在除草，我现在田里面是一堆的草，然后老实讲哦，真的是让我有点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两分地，我可能要花一个礼拜才能除完。这个草的数量真的是很惊人，而且我是错过了那个除草的黄金时间哦。本来是小草好处理，现在是跟稻子一样大颗的，很费力。这是我比较觉得困扰的地方。还有在种菜的时候啊。这个草长的数量速度永远大过于菜长的速度，真的是，你说能用什么方法处理呢？还有那个虫啊，虫害不
知道怎么处理，这是我遇到问题。因为有些虫害，你说灌井的它可能可以用农药去喷，可是有机的有一些防治之材，也不见得对它是有效的，所以就是我目前遇到困难了，可能是我还要加更多的学习。安尼看就歹看，因为伊拢感谢。嗯，嘿，你要看伊遐吼，我们现在的时候哈，大概我们种田以后60天的时间哈，你可以看到它高处里那个水稻的开花的那个大概都是败草。对我们来讲都是杂草，那些杂草都要除掉，有很多方式。如果是灌型的，它就是喷药，那我们就是手工去除。然后它太大颗了，我每天下田的时间，我如果下田一天下田4小时，我回来就觉得腰酸背痛，外加手整个快废了。种田，然后种稻米给自己吃，自己的米自己种，因为像现在我们都是去超市买米，大部分的人，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自己种，吃到我自己种的米，然后是从我家的田收割的，所以用这个想法我就开始种田了。然后也刚好那一年，行健村跟着那个政府的脚步在推有机村，所以我就开始做了。一直做到现在，所以我才会选了这个行业。从你到田里不干什么，干什么都要写工作日志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要今天去下田干什么事都要记录，每项都要记录，然后到他们来查验的时候，要给他们检查。做农夫一定要跨出那一大步啦，那一大步跨出去的话，因为慢慢后面会比较平顺，而且有机的话是要经过第三者认证、验证，第三者验证的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有政府把关，还有第三者把关。嗯，这样不是更安全吗？吃得更安心、健康吗？我跟你说，灌型的就可以大量生产、大量采收，但是现在的食安问题很多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动不动就什么农药残留啊，然后吃的会怎样啊？嗯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后来就参加那个农会的讲习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产销履历。产销履历之后接触就更多了，然后有一些有机的课程，然后我就开始去上课，去吸收知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要找那些有机之材，因为永远都很难找嘛。99年的时候，整个行健村要推有机村，哦，然后那时候讲习的课程就更多了，然后也有去问说资材要从哪里取得会比较容易，所以在那99年之后推有机村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下去做有机。有机就是不能用农药，不能用化学肥料，而且要经过第三者认证，第三者验证通过之后才可以叫有机。啊，在这个时候。初期真的是很辛苦，因为你找不到一些什么防治之材可以使用。后来我们就跟参加改良场的啦，或者是一些农会办的一些讲习的话，我们尽量有空就赶快去听，去吸收一些知识回来，然后自己在这个尝试的。那这样子对土地会比较好啦，就比较吃的就比较健康，就不会是怕说有什么农药残留啊。
因为我学生很多，嗯，我连续开课，我已经开了满四年了啊，学员就超过400位了，啊，我每一年都有100位的学员。像我今天在监狱那边，今天上的是上制图，教他们画图，啊，将他们如何把一件作品把它画在一张那个 A4 啊 A4 的图上面，啊，要画好之后要教他们放样，把那个图要把它放到1:1这样子，嗯，啊，这样做起来的东西才会漂亮，啊，按那个设计，因为你基本上哦，像我们一般在学习木工哦，他最缺的是什么？设计，因为我们一般都会看到他会做不会设计，因为这个相当普遍，啊，但是有一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是什么会设计不会做，对吧？哎，你也要设计，就是讲你也要会做。可以比方，但是如果说像我在讲的这一些东西哦，基本上，你表面上你会设计，但是里面哦，基本上你要会设计这样很难，会很难，因为你要知道木材它本身的特性，你要先知道木头本身的特性，啊，特性之后你才有办法设计。哎，因为木头的东西啊，它很奇妙，你不管是这个样子也好，还是把它做成一件家具也好，基本上它都是活的，它还是活的哦。它会木头，因为它最主要是一个含水率哈，它在控制含水率。那，啊，这个含水率增加的时候，它这个木头它会膨胀，含水率降低。它会收缩，它会变小一点点，哦，啊，因为这跟什么跟潮湿度是有关系啊。你这一件你同时哈，哦，做两件作品，这一件作品把它放在宜兰，另外一件作品把它放在高雄，它两个作品不一，它会变化。宜兰因为含水率那个潮湿度比较高，所以说它会比较保持原来的样子。但这件作品送到高雄，因为它比较干燥，所以说它含水率会降低，所以说有一些哈，哦，它的里面的伸缩缝啊，它会跑出来。这个就是因为木头因为含水率不同，它就产生变化。啊，木头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啊。
初只是很单纯的知道他是一个木工师傅，好，然后他所需要的就是说，他除了会制作以外，那我们发现说，在绘图以及在以图来跟客户沟通的这个方面哈，需要那个能力需要再加强。那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哈，我们就是去学 3D 绘图。然后学 3D 绘图的时间哈，前前后后哈，最少也花了2年多的时间。然后在从不会绘制到会绘图这段期间哈，其实我们投入了蛮多的时间、精神以及金钱。因为要把一门技术学到会哈，真的没有用心下去学，没有那